我们把油杯放好，把锥提起来。看这个点开始按键，照明亮了，自动的。然后把照明放下边点，点向下，这是调速的，快速，快接近的时候调成慢慢的去对针尖，把针尖对好后，我们点开始。啊，先点停止，再点开始，倒计时。实验结果236.0。我们再点开始，再进行第二次。先把它提起来。然后啊，把这个锥清理干净，然后把式样重新刮平，然后我们再点下胶，再把针尖对齐，再点开始，我们再进行第三次。然后点下胶，然后平均值是237.1，那我们就点保存。它如果偏差太大的话，会有这个报警提示的。